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开启第十五届海峡影视季绚烂无比的光影之旅。让我们携起手来，肩负起两岸媒体人的历史责任，推动两岸视听产业共同繁荣。用光影的力量传承文化，沟通心灵，增强两岸同胞对同属中华民族的自豪。谢谢大家十五年来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让两岸影视产业的合作交流能够有如此的融景。